好，各位法师，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讲的是应顺导师《妙云集》里面的《摄大圣论讲记》。那《摄大圣论》本身就是一部比较深的论尤其要含摄所有大圣佛法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科判表那么玄论之后的正序有没有？从叙说开始那当然叙说就要先成立大圣是佛说大圣如何是佛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阿赖耶识，建立在阿赖耶识上面。因为有阿赖耶识，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流转，生死轮回。那当然在第一章叙说里头，也等于是在介绍后面的这个十个章节所以呢，先有一个叙说之后，那么要进入第一个，就是所知一，也就是我们的第二章。我们所知一呢，一在什么？阿赖耶识上头，阿赖耶识，所以叫做赖耶缘起所以在第二章的所知一里头，是不是从圣教中来安立阿赖耶识，而且也要在理论上来成立阿赖耶识好，那所以就会有所谓的赖耶缘起的问题。那这赖耶在哪里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不见，所以我们不容易理解它。我们的生活习惯在上面，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跟我们的色身香味触法，这个是我们所熟悉的。但是这下头的呢，非常的隐含非常的这个深又隐看不见的，但是呢它确是存在的。所以呢，这里就会提出所谓的种子的观念，这些种子是不是就是放在这里头的？所以我们平常只要开口，只要开始思考，乃至于只要有生命的现象，其实我们这些种子一直在起作用的，其实一直在起作用。有两大类的种子有两大类的种子，第一个叫做业种子，跟什么名言种子。尤其我们开口，我们思想，我们的生活习惯上面，名言种子起心动念比方我们想要来听经闻法，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名言种子啊？那是善的种子还是恶的种子啊？是善的，它自动会归到这里，因为它这里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因，把我们所产生出来的名言呢，很快就分类了。如果说我们这个相约，我们去喝咖啡去聊是非呢，那可能在聊的过程当中，东家长西家短，那是不是恶的种子多啊？很多东西又归到哪里去？恶的种子去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了。我们在谈在思考的过程中的名言的这个名言种子本身，其实它已经在分善恶，所以并不是另外进来什么善的或是进来什么恶的，而是在这当中是不是它就开始在分类了。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动力因，而这边叫做质料因，这边是质料。所以呢，我们为了避免我们平常日常生活里头呢，我们很容易着在现象上而起了烦恼，因为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比啊，比来比去，是不是容易起烦恼啊？然后就会归到哪里？恶种子去了，它就会归到恶种子。而且恶的种子它会有什么易熟的习气，它会从种子变成果报，它就有能力去变成果报因为业种子经过易熟之后，是不是就有果报的产生啊？当然它不是这么单纯的，它是加上了它是一个什么动力啊，但是就看放什么质料进来，这样能懂吗？那我们听经闻法呢来到这边，我相信 90% 以上现在所思考的都是法界等流种嘛，有没有？是真理法则，是善的还恶的？善的不去谈论东家长西家短的，不去比较任何人的什么现象啊，这些
我们都是依循着佛陀教我们的什么真理法则，它这种真理法则是清净的，而且是善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什么质料因，而且有等流的特质。佛陀教我们的，我们是不是也设法去揣摩想象啊？我们所揣摩想象的呢，会等流，因为我们还没有证实，还尚未证实之前，我们可以有等流的特质，就是我们依循着佛陀所教我们的方式，我们来揣摩想象，有点像影子一样，所以它会有等流的特质。所以呢，这里头名言种子有两大类，一个叫表意，一个叫做显境。表意也就是我们现在透过文字语言来表意，但是显境呢，比方我们上个月去印度朝圣的那些景象到底如何，这个是不是也留在我们的脑海里头啊？它是显境，那是一种显境名言哦。那显境表意名言这些都是等流习气，这里头呢就会有所谓的我执的熏习跟法执的熏习，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不一样啊？所以会有我执的等流啊，那这个会跟我们的宿世的修行有关系耶，因为这也是我们累积过来的，会有我执的熏习跟什么法执的，有我自己的感觉，还有呢我所感受到的外境的这一切，这里有我执熏习跟法执的熏习，而这边会有有知的熏习。何谓有知的熏习呢？就是在十二因缘法里面的。十二因缘法里头是不是就有惑业苦，惑业苦的这个业？里头是不是有个有知啊？从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然后就生老死，有没有？那个有，这个有是我们这一辈子的什么？等于是生，造业啊，惑业苦嘛，最简单的业力的轮回，就是因为造，惑业苦，惑业苦哈。从无始劫以来的无名缘行，行之后是不是就是视名色六入，然后触受，然后爱取有生老死。十二因缘法里头是分有两重的惑业苦啊，无名行视，对不对？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然后继续生老死的这个有，这个有之习气也就是我们这一辈子的业力的来源。所以呢，这里的有之习气也就是让我们不断的轮回在这当中的，这种轮回它本身是有机会消失的，它是有机会消失。我们 不懂的话就一直在流转门里头嘛，懂的话是不是就有机会还灭啊？就有机会 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是不是就有机会消失啊？它是可以消失的，它是会消失的，但是这边呢它是不会消失的，但是它可以转依。何谓转依呢？就是要转迷起悟。我们本来迷迷糊糊的，然后把它转为什么清楚明白的，我们才可能转染沉静。这里的迷越多的话呢，恶越多；悟越多的话，善越多。这里起心动念，但是记录在这里哦，所以这里记录了善恶。
这里的转移就是我们有机会去转，那这种转是不是就要透过听经闻法、啊、不然我们没有质料来转、哎、佛陀会教我们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十二因缘法四圣地八正道、啊、这个七觉知、啊、三十七道品，这些是不是都属于这边的、啊、好的质料因、啊、这是亲因缘、啊、这个不过只是一种助缘、啊、但是这助缘也很重要， 这个叫做亲因缘所熏习进来的。所以我们常说哎，来听经闻法不管懂与不懂起码都在熏善的，是不是都在熏善的、啊、其实也在熏下很多的善的亲因缘，而且是好的质料因。我们如果开个工厂想要制造、啊、想要制造东西来讲的话，我们也希望放好的质料，是不是才能够制造出好的产品呢、啊？好、啊，那我们的业的种子就像机器一样，它是可以制造的，但是一定要有质料进来我才能够制造出来，这样理解吗？我们本身就是一个业力的工厂，其实我们本身就是一个业力工厂，就看我进来的到底是什么质料，这样能理解吗？好，所以我们透过听经闻法，就是我们悟的机会多，迷的机会会慢慢消失，慢慢降低，那就会是善的，啊，善的质料因是不是就多啊？恶的就会少。在动力方面呢、啊，那个善的动力会大，恶的动力会怎样？会降低，啊，转染成净。所以这个叫做赖也缘起，所有一切我们的正报依报，上面是我们的什么正报果报体嘛，我们的色身还有我们的什么环境叫做依报的，这一切是不是都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制造出来的嘞？所以我们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我们真的怨不得谁，这样能理解吗？都从这里的什么种子来的，都从这里边的种子来。好，那所以透过听经闻法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有机会转迷起悟，转染成净，转恶为善，对不对？所以能够获得好的什么比较善的一手果，善的一手果。所谓的一手，就是从种子会变成什么果报体的过程当中，它是有习气的，啊，会有等流式的习气，由一手的习气所构成的，啊，那这些当然非常的深，啊。但是这个是我们所知一啊，就一在哪里？赖也缘起，这个叫做赖也缘起。这边如果光是这边叫做业感缘起，这边的话还是叫做赖也缘起，整个就叫做赖也缘起。也就是唯识学它有一个，它是有缘，它缘起是有一个基础的，因为它属于有宗有现象，从哪里？阿赖耶，从阿赖耶这边所变现出来的，这样理解吗？这个叫做所知一，啊，已经是第二章所知一，到第三章的时候就会有所知相，啊，我们要知道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呢？那么就告诉我们，依他起相，我们所感受到的可以是依他起相。如果我们都没有学过唯识学，我们大概都落在这里，叫做遍计所执相。我们如果没有学过的话，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的现象呢，是我们自己执着出来的。这个是一个执的什么泉源，所有一切现象的产生，因为这个都已经是果报体哦，
是不是要从这边的种子出现啊？因加缘才产生出果报来，这个果报当中是不是都有值的成分啊？所以叫做遍计所值相。何谓遍计所值相呢？就是我们认为所有一切都是有意的。何谓有意呢？就是非常有意义，所以我就不断的去追，充其一辈子我就是去追什么？我们个人的名分、地位、财富、家眷，我们就因为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对不对？而且比来比去，比来比去，让我们起了很多的烦恼，又怎样又种进去。那何谓依他起呢？就是要从有意变什么肆意。我们发现这种的有意呢，其实它充满了无常，也因为充满了无常，所以非常的无奈。我们掌握得了吗？并不是我们想要就有，哎，这样理解吗？啊，因为它这一切都是因缘和合出来的嘛，它是无常的，它是缘生出来的，会不会缘灭啊？还是会缘灭，所以这个现象它并不稳固哦。这些现象不过只是一种缘生缘灭的过程而已啊，叫做无常。也因为无常呢，我们就不认为那么样子的有意义，所以我们说，哎，当我们学佛就比较不去在意外在的这一切，对不对？逛街可能就少买一件，鞋子就少买一双，就慢慢的，啊，各位如果学佛学得很正确的话，慢慢的，物质上的欲望是不是会少一些啊？你就会发现，哎，我省一点，我来布施，我去做供养，可能更有意义。为什么？因为那个是种子进去了，而我们如果哎多一件多一双，只是外面我们消耗出去哦。那个反而是消耗出去的，而我们把它省下来，哎，我多做一点善事，我去帮助别人，去帮助 ACC 啦，帮助这个那个的时候，哎，那个是善的因缘业力，因为有好的名言，善的名言种子，它当然就跑到这边的善业，它就会制造善业，这样能理解吗？好，所以我们会对外在的这些现象就不会那么样子的在意，在意的程度会不会慢慢降低啊？啊，名分地位不是我争取来的，而是我自己如果很努力的话，名分地位是不是自然呈现啊？啊，一个人的分量如何，其实它是自然呈现，越是努力的话，他的分量是不是自然越重一点呢？而不是自己去追逐来的，去计较来的，不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呢，从有意到肆意乃至无意的呈现，就叫做缘成实相，就叫做缘成实相。那这里也有一个比喻，我们可以善用什么依他起，而且这个他其实就是因缘法的他，根据因缘法来的。啊，我们这个时候呢，如同地一样，大地是土跟金合在一起的，大地，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不是都是土的像？那个金太少太少，金要如何呈现？是不是要把土的成分都洗净了？金才出现了，土都消失了，金是不是才呈现啊？我们这个时候是土加金都有，这个呢，它不时而现呢，它不是实在的，但是不断的怎样现出来。这边呢，时而不现呢。所谓的圆成实相是什么相？真理的现象，涅槃的现象，其实就是涅槃的现象哦。
涅槃的现象如同金一般，一定要去让这个土的成分怎样，能够洗净它，能够洗净它。所以要如何入所之相呢？那么是不是有个暖顶忍师第一啊？就是在太无纯净了。暖顶忍师第一，这个是不是四加行啊？当然还要有资粮啊，三资粮，叫做十住十行十回向。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个是修福报，还要怎样修智慧？修智慧，暖顶忍是第一，入所之相，入所之相，如何让我们从越是下面越是遍计所值？根据依他起，是不是才有机会去除什么遍计所值？放下遍计所值，所以我们从有意到肆意，是不是也是一种放下？要到无意的呈现，所以到这边反而是无意的。所谓的无意，就是不是说没意义，应该怎么讲呢，就是没有任何的执着，没有任何的执着的当下，那个涅槃的现象是不是才能够现起啊？如果越是执着，是不是就越往下掉？其实越是执着越往下，越是执着越往下。所以从暖从法喜，从一种喜悦然后到顶位，到忍位，已经慢慢的去触碰到那个真理的现象的去感受到，到这里是验证到，验证到。所以所谓的验证到，那么以唯识来讲，就叫做圆成实相，这样能理解吗？圆成实相，以波瑞说，这个叫做诸法实相，乃诸法空相，不是空空如也之相，而是什么？平等平等之相，平等相的现前，真理的现象是平等相。为什么是平等相？因为是平等性，因缘法充满了平等性。平等性是不是就会产生出平等相来啊？我们现在平等相还未现前，但是要先理解什么？平等性。那何谓平等性？是不是在波瑞里面讲的空性啊？其实就是一种空性，空它本身是一种否定的符号，它在否定什么？单一不变跟主宰的特性。因为单一不变主宰的特性而不平等，我们就常常自以为是，对不对？这个部分的这种自信是我们妄执出来的吧？也因为我们有自信妄执，所以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不是就是一个不平等的现象啊？好，那么当然以唯识来讲的话，就有具生我执、具生法执的问题，这些是不是也都在它会储存进去的？要等到它成熟，所以那个易熟也等于是当它成熟的时候，它自然变现出来。但是变现出来，恶的种子变现出来就是我们的什么业障嘛？善的种子变现出来就是我们的什么福报？其实就是我们的福报，所以这些其实都是相通的，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目前要进入什么？比入因果，这是上一章的那比入因果就是要种如是因而得什么如是果。那尤其大乘佛法菩萨道上面六度万恒，有没有六度万恒？所以就是要能够下的是六度万恒的因，是不是自然得六度万恒的果报啊？菩萨道上所以比入因果第五章比入因果讲的就是六度，六度第一个阶段的六度，
到再上去，啊，那一个是比较低标准，一个是比较高标准，所以到下一章就是建立这个十地啊，十地菩萨从初地一直到什么十地的完圆满，而我们起码要先在凡夫菩萨地上，是不是？是不是就要开始六度万恨啊？比入因果，下六度万恨的因啊，得大圣成佛的什么果报嘛？所以也都会从菩提心，对不对？到三菩提，到三藐三菩提，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那这一切是不是都全都录的？在哪里？阿赖耶识，其实就录在阿赖耶识，因为所有一切种子其实全部做记录。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它却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的来源呢，前因呢，是不是要先有因有缘才有果报？而我们常常就迷糊在果报，而不知道往前去推因。哦，所以呢，摄大圣论很重要的其实就是什么？赖也缘起，所有一切缘起的根源在哪里？阿赖耶识，就在阿赖耶识里头。哦，那当然要理解阿赖耶识确实很难，因为它很深又很细，又看不见，又感觉不出来，却又时时刻刻随时随地都在影响着我们，分分秒秒刹那刹那，是不是我们都受到阿赖耶识的影响啊？哎，哦，它不断的在 output， 其实我们也不断的在怎样 input 进去。哦，这个就构成我们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哦，那看我们如何的流转。哦，就看我们如何的流转啊。哦，好，所以呢，我们的科判表里头啊，第二章，也就是赖也缘起哈，赖也成立二赖也的这个中间，这里有三个杂染，有两种清净。三个杂染其实就是刚才讲的惑业苦。两种清净，一个是世间的清净，跟什么出世的清净。哦，第三章所知一里头是不是就有一个三相啊？哦，依他起相，偏计所执相，到缘成实相。哦，那第四章就是入什么这个所知相。哦，入所知相。那这个入所之相呢，也是要透过这个，好，透过听闻佛法，好，在我们课本的第304页有没有？第四章入所之相，就是要多闻熏习，要如理作意，有没有？这些是不是也都是听借着闻思修慧而来啊？闻思修四加行。四加行，哦，所以后来也讲到，也提到所谓的四加行，才能够慢慢慢慢的往上提升，哦，往上提升，哦，所以会有所谓的四加行。好，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第五章第350页，比入因果有没有？哦，下如是因，是不是得如是果？好，因为摄大圣论哈，直接讲的会是从那个阿赖耶识，然后跟外在的这个果报的问题哈，乃至于这个过程当中也讲到说，唯是二种种有没有？唯是所变现出两种现象，一个叫做相识，一个叫见识，一个是能取，一个是所取，而所有的这一切。所有的这一切啊，那这个也是所知相里头所讲到的，哦，好，所以呢，都是从什么？从那么也等于是从因到果报。那莫那是我们常讲说这是缘，从因加缘才有果。啊，摄大圣论呢，他常常把这个
有时候结合在一起讲，就会如是因如是果，啊，所以叫做比入因果，比入因果。那我们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也是啊，从最低的慢慢慢慢的往上提升嘛，啊，往上提升，往上提升。那么它的最大的一个关键其实就是在因缘法的认知，对不对？啊，像我们说波瑞缘起星空，是不是也在讲因缘法？赖也缘起，也是在讲因缘法。依他起，啊，依他起相，也是在讲因缘法，啊。好，所以呢，这是第五章，啊，第五章，比入因果。所以到第六章呢，就会是建立这个实地，啊，建立实地，啊，比修差别，建立了实地，啊，之后呢，就是还是回到所谓的三增上学，戒定慧三学，尤其是慧学。好，当然戒学让我们不往下堕落，对不对？定学是为了要去验证什么慧，啊，慧的境界，啊，那关键能不能往上提升，能不能 提升我们生命的品质的关键在因缘法上面，啊。好，那第350页，第350页，啊，说第 五章、啊，比入因果，第一节呢，总名因果，总名因果，啊，如是以说入所之相，啊，第四章是不是就是入所之相 啊，要如何入所之相呢？那么就是要从如理思维，啊，多闻熏习如理思维，有没有？也就是所谓的四欲流之啊，我们凡夫欲入圣者之流，是不是要亲近善事，多闻熏习，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嘛，啊？那过程也就是暖顶忍事第一，对不对？慧学上面的哈。好，所以如是以说入所之相，那比入因果云何可见呢，啊？那又要如何的能够入因果呢？好，如何看得到呢？那么就要透过所谓的什么这个六度啊，施戒忍清净净律波瑞六种波罗蜜多。所以所谓波罗蜜多，是不是也是从此岸到彼岸的完成啊，从下面到上面的完成，对不对？啊，从生命层次比较低到慢慢生命层次的提高，啊，从此岸到彼岸的一个完成。所以我们说，哎，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其实是不是也都透过波罗蜜多而完成啊？啊，而完成啊。好，所以呢，这个在第二行，云何由六波罗蜜多得入为识啊？这个六度又如何跟唯识能够结合在一起呢？好，那复云何六波罗蜜多成彼入果？好，因为我们都希望呢，我们的这个善果因缘能够提升嘛，对不对？啊，那如何的去下因，如何的入得果？那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哈。所以呢，从六度来下手，啊，所以呢，为此菩萨，啊，所谓的菩萨就是菩提萨埵，发菩提心的有情众生，对不对？先从凡夫菩萨开始，啊，首先就要怎样？不着财位，啊，所谓的布施，是不是要不着财位才能够怎样？才布施的出来呢？啊，把自己拥有的财物利禄能够怎样能够施济群众啊，啊，不着财位。那这个是不是在下善的因呢，啊，之后其实是我们自己会获得什么善的果报啊，善的果报。第二个呢，就是要持戒，也就是不犯施罗啊，所谓的施罗就是清净的戒法
对，持戒方面呢，不要去违犯，要延迟而不犯。就算小小的过失，也要能够忏悔、惭愧不放过起码要保持人身，我们是不是才有机会修行啊？要保持人身是一定得要守戒的，三规五戒是最基础的，到十善乃至在家居士还可以进一步这个能够这个受八关斋戒，甚至还有菩萨戒，对不对？这戒呢也可以这个不断的往上增长的。所以要不犯十罗。第三个呢，于苦无东，也就是忍辱，忍辱要能够忍苦，于苦无动，能够安之若素，要能够忍苦。所以，比方我们到印度也是碰到不一样的环境，那环境品质差很多的状况，我们能不能安忍得下来？那个，所以去印度朝圣真的也是一种修行之旅，每个人修行的那个程度都从过程当中可以展现得出来，所以这有修没修，有时候真的是骗不了人的，越能够安忍的话，越觉得很自然呢，没有任何的抱怨，这个都算是修养比较好的，有忍辱的功夫也是一种忍辱的功夫。所以忍到我们也讲嘛，有环境上面的忍，安受苦忍，对不对？还有呢，人事上面的忍是什么？耐怨害人。更深的叫做什么？地察法忍。地察法忍，所以地察法忍就是，当我们知道因缘法它充满了平等性的时候，虽然平等相还没现前，但是我们愿意去接受它，愿意去确认而无疑我们才可能不断的进步，所以那个忍本身会有一种安忍的特质，也就是于苦无动。所谓的苦呢，就是觉得我不欢喜的事情。我们常常不欢喜，我们是不是就会表现出来而所谓的菩萨这个部分也要能够安忍得下来，于苦无动，于修无懈，不会懈怠放逸，懈怠放逸都属于我们的大随烦恼。所谓大随烦恼跟宿世都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会发现那种比较有修的人会有一种特质，就是他非常的勤快精进。这种勤快或者懒惰，是不是跟那个习气有些关系我们会发现有些人好像一辈子就是非常的懒，这个也懒得做，那个想的很多又不去做，那都没什么用的，对不对？那种真的是很精进，所以精进呢也是要去怎样去对治我们的这种大随烦恼上面的习气所以要能够于修无懈在修行上头呢，不要有懈怠放逸的特性当然这种的对治是不容易，那这个就要靠我们的觉性，不断的提醒自己，不断的提醒自己。所以我们说，学佛最重要的关键就在觉与不觉对不对？菩提，所谓的菩提，是不是就是一种觉醒的心啊？而且要有自觉的能力，不是旁边的人在催着我们，对不对？也不是师父，也不是父母，也不是老师，也不是诸佛菩萨，而是我们自己。最，当然刚开始是要靠着他们来提醒我们，最后是不是还是要我们自己呀？还是得要我们自己，乃至我们还要再去帮助更多的人，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于修要能够无懈。那因为这四种呢，都会是一种善动于如是等善动因中呢，不现行时呢，心专一静也就是。
如果我们着于财位，我们无法持戒清净，我们无法忍辱，乃至呢非常的懈怠放逸的话，都是我们善动的主因，主要的因缘善动。所以为什么说要禅修，禅修就是在对治我们的善动的心，善动的心。所以呢在善动的因上头呢，要能够慢慢的去除，那么也才能够不现行，能够有所改善，有所改善我们的心也才能够心专一境。所谓的禅定也就是要心专一境啊，心系在一个境界上。我们的善动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心很散乱，想东想西，想高想低，对不对？想近想远，什么都想，结果一点力量都没有，反而没有力量。我们能够心专一境才有力量。所以呢这个要透过禅修的力量，禅定的方式，修禅定的方式，来让我们心专一境。能够心专一境才能够怎样如理拣择啊，诸法得入为是，如理拣择。我们是要透过亲近善事，多闻熏习，对不对？如理思维，法随法行。要能够如理拣择，也就是修慧了，在波瑞上头。在波瑞，有在因缘法了。因为唯识呢就不是用波瑞来讲了，但是呢它还是因缘法。也就是所谓的实慧，属于实的部分，不是只有方便善巧的部分而已。世间法有很多方便善巧，在《妙法莲华经》里头是不是也讲到，为实而故全，是为了实法。所谓的实法就是真理，真理法则。我们依循着真理法则来如理拣择，对不对？也才能够达于什么真理的现象的现前。真理现象的现前就是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超凡入圣嘛，对吧？那这个才是实，这个是实有的智慧，实诸法实相，诸法实相的那个真理的现象。那么要入为是得入为是所谓的得入为是呢，也就是要入唯识性。虽然唯识它重相，但是所谓的入唯识有个特质，就是入唯识性。因为讲到性法性的时候比较深，而且入唯识呢才会知道说，是有一个阿赖耶识的基础，但是呢所变现出来的这一切是肆意的什么显现而已啊，它不过只是一种肆意的显现，因为那个是我们的那个见识跟相识所感受到的而且它是无常的那所变现出来的这一切，不过这些种种的现象，不过就是缘生缘灭的过程而已叫做唯识二种种，有没有？前面也曾经讲过那么也等于说所谓的入唯识性，就是希望从有意达于四意，对不对？乃至达于什么无意，叫做入唯识性得入唯识因为这个是属于唯识系上面所说的，当然就是要入唯识性入唯识性。所以要入唯识性，是不是还是要透过六度万恨那五度如盲波瑞为导，也就是因缘主要的还是因缘法因为在唯识是不是还是建立在因缘法上面好，所以呢菩萨依六波罗蜜多入唯识已呢，证得六种清净，增上益乐，所摄波罗蜜多
啊，菩萨就是依着这六度，啊，六个婆罗蜜多，从此岸到彼岸，从此岸到彼岸的完成，啊，来入唯识性，啊，因为入唯识性，一定是透过法性才能够慢慢提升，慢慢提升。这样知道吧，哈，我们的这个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对不对？我们生命品质的提升都是透过法性入，啊，就算是唯识呢也叫做入唯识性，啊，才能够慢慢提升。那因为要入唯识性的话才能够得到清净，啊，就像我们说转迷起悟，有没有？迷是不是迷在法相上啊？悟悟在哪里？法性。也因为悟在法性，是不是才有清净的可能啊？的机会。如果我们越是迷在法相，是不是就会越杂染？哦，都会有这样的特质。越杂染，是不是我们的烦恼就越多？哦，烦恼会越多。所以呢，要能够入法性的话，那才有机会清净，因为法性充满了什么？平等心。法性它是不是充满平等心？而我们为什么痛苦烦恼？因为不平等才痛苦烦恼，老是愤愤不平，比来比去，是不是都觉得是不平的？哦，怨天尤人嘛，对不对？抱怨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我获得的跟别人的不一样？是不是一直在现象上比较啊？而痛苦烦恼嘛，其实是不是非常的公平啊？在法性上是很公平，因为所有一切因缘法充满了什么？平等性，充满了平等性。大家为什么现象上会不同？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排列组合出来的现象不同，在排列的质料是不是一样的？在质料因上面是非常平等的，哦，是非常平等的，哦。好，所以呢，也因为能够入唯识性的缘故，所以呢，才能够证得六种什么清净，啊，入法性才能够得清净，得清净才有增上益乐。我们往上提升，是不是也是一种增上益乐啊？其实也是一种增上益乐，啊，所摄的婆罗蜜多。所以我们的波罗蜜多是不是就是让我们从下面慢慢往上提升，往上提升叫做增上益乐的波罗蜜多，这样理解吗？越是清净越是往上，对，应该讲越是往上越是清净啦。好，我们越是在下头，是不是就越痛苦越烦恼啊？好，我们一直认为是有益的，所以就比来比去，对不对？比衣料，比开的车子，比住的房子，比生的儿子，对不对？哇，那个比起来，那可永远都比不尽啊！发现哦，人外有人，山外有山，是不是永远比不尽？所以我们就永远痛苦烦恼嘛，以为它是有益的。其实我们往上提升的时候，就会变成说，会感觉到什么四意。好像是有意义，但是也不全然，都必须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头。哦，当然生活上的这一切还是有必要的，但是呢，这个也不过是我们生命过程里面的一个过程罢了呀，对不对？当我们这一气不来的时候，是不是也如同过眼云烟呢？它还是一种过眼云烟呢，没有哪一件事，没有哪一个现象是我们带得走的。万般带不去，唯有什么业随身。那这个业是不是就是在阿赖耶识里头啊？其实唯有阿赖耶识在随身呐，啊。啊，是大圣论，它其实它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建立在阿赖耶识上头了，是不是？就是阿赖耶识就是我们的业力因缘啊，记录着我们的所有一切的业力因缘。哦，啊。所以呢，能够越往上的时候，就看到所谓的无义。所谓的无义就是平等，其实就是平等平等。哦，看到了平等相，看到了真理的现象嘛。
哦，所以它是一种清净的，而且是增上益乐的所设的波罗蜜多，这样理解哈。所以波罗蜜多真的就是让我们从下面慢慢的往上，从此岸到彼岸，从此岸到彼岸，慢慢的往上提升。哦，越不执着才越有机会上去。如果我们很执着，背了一大堆东西，是不是就反而会往下堕落啊？我们很多事情放不下，我们自己背负了太重太沉重的东西，我们怎么会上得去呢？啊，我们就会上不去的。啊，所以是故呢，于此设离六种波罗蜜多呢，现起什么加行？这就是一种加行，是不是要透过四加行啊，跟六度万恒结合在一起？啊，而且这有个离，有没有？因为加行，所有的加行，在法性上面充满了否定式的符号。它并不是说不需要这个六波罗蜜多，而是透过圣解，有没有圣解？所谓的圣解，是不是在因缘里头的理解啊？是真谛真理上面的理解啊，真理上面的理解哈。由圣教得什么圣解故，由于爱众随喜心乐诸作义故。所以当我们越是去努力的时候，我们会有爱众随喜心乐的那种力量，好，让我们恒常无间方便相应方便修习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啊，自然呢这个力量会越来越强的，那就要看我们自己的努力了。好，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